小别红哈，文武兄将印度遭水流仰望行脚，以晚风行动又一顺着心中继续路径来靠。真是冤家路窄，一处理躲不掉路。好，好，死来！不由浑水快攻，不由浑水失蹄，我母兄母子冤不红，反正失敌，天公已经休息应运，迎人应战。好。这个是秋水江河，这个是冷风高温，真相在江江青云中，我心高昂，我有烈火红在要这回将你阴白一红转好。能有不留情必有红，一定米一定修音天龙的秋天庙九星用出一股经过目力用我看这天目论天中往前出天定时红经混造天地修变将将将三步今即可起舞，推人，听我指导，王人将军，少总关武兄。不用对着。及时暗做行动，但几次霸道仰望不合，你就没摸得了人吗？好，经此一战，我来变替银人比的人杀得了仰望。既然你仰望要我，要是你我胸有一战，胸回众天官。你凶邪之后要洗不掉哇，总为修几处积德积凶，比我母兄融合了变体银人的灵魂，凶就凶靠了，等我应要领千个走天，要如何救你？你是真心想救我？既然之心为所动为，无关乎心意如何。如果你非是有心想救，我也不便为难，因为此行对你将是危险万分。你为我吹来天罗之极客，我。高低行踪难寻，我已尽力找寻。第一次之望，我已带回回兄弟人前来见你。此兄兄的冤心，回回兄无法可依。想抵着这道伤口，除非得到天童松林之中的冤金酒。天童松林，呼，我已一行。请问，莫不由你前往的原因，是因为朝廷对你是公体英雄心待？我知晓你此随便受元神秋穷体所困扰，一道此次，
以前我也不愁我心心的修行，这是我的问题，我会解决。你在此好好休养吧。哇，为何也算先进各地之久，但你这边一行为何要指令祝福，祝福你原神修生出什么思念，我这边撤回一粒原神修今日熊人的魔炉天中，唯有地面兵器在自己的掌握中，我这边真正的安心。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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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但愿银票东家认可并着其中的汉堡，提升自我武功，有调一致，顶替本王强度行动。魔炉天中以本王地兵心气，天下间为认可自由本王生死的兵器，我非撤回不可。你心思吗？